上集讲过东区警区为了防止中学生和犯事的青年投身罪案为目标，透过体验学习犯事的后果，从而激发起青年人反思人生观，建立正确的人生态度。今集呢，我们就会看看黑暴肆虐的期间被疯狂抹黑攻击的元朗警区是怎样透过参观警署活动去扭转青少年对警方的偏见，同埋点样去建立青少年同埋执法者沟通的平台。元朗警区黑暴期间多次成为了暴力分子捣乱的现场，多场拘捕行动拉了不少的年轻暴徒，但黑暴文宣往往制造很多的假消息，指元朗区的警署发生暴力对待被捕者，甚至更污蔑警方性侵女性被捕者。在元朗，警方为了挽回市民对警察的信心，并且击破黑暴的谎言，针对青少年和他们的身边有影响力的人，做了一连串的活动，一方面一如以往地宣传防罪守法的信息，另一方面希望扭正年轻人对执法者的偏见。就好像参观警署活动，元朗警方主动邀请元朗区学校的校长、老师和社工亲自去到警署参观，并为他们讲解由逮捕去到落口供各个的程序，用事实讲明了警察拘捕行动全部都是有程序可依的，有录影可查，绝不是黑暴分子讲到那么黑暗。在2020年11月，元朗警区就邀请了元朗区里面40间学校校长、老师和社工一起去参观元朗警署，将逮捕的过程由疑犯被捕去到落口供在拘留室的情况一一呈现在校长、教师、社工的眼前，让他们第一身去了解警察拘捕流程是文明和符合人道的，将不实的指控一一扫清，有助辟除学生的误解。就好像一入到警署门口就有 CCTV 录影所有的情况，即使去到会面室落口供，整个会面都有确认准许是否要联络家长、是否要联络律师等等。由会面室去到认人房，各个房间都有电子记录，都有根有据，完全冇得冒充或者里面做过啲任何不符合程序的事嘅。另外，拘留室外亦贴有被捕权利的告示，和黑暴的传闻完全是不同的。首先第一，他发现原来自步入差馆的那一刻开始，无论是车定是人，原来已经有 CCTV 有电有电子记录，知道电子记录就没那么容易被人删改到，知道原来哇很多道门原来又是有记录，每样东西带一个人出入都有个时间记录。老师来讲他们的反应是他們覺得他們起碼入到來清楚地看了，那回到去他們萬一跟學生去解釋，學生要 challenge 他的時候，他都可以說一句，學生很喜歡問你又知道的，你看過什麼，他會說、我真的去見過啊，希望可以第日可以跟學生解釋，亦都有個機會跟我們的同事其實建立一個關係。元朗警方受黑暴文宣的抹黑，仍然坚持以事实说明一切。这个参观警署的活动可以令到青少年身边有影响力的老师和社工亲自去见证住拘捕是什么的一回事，令参观过的老师和社工都对不实的指控一扫而空。即使不是发生暴乱，万一学生出了事的时候，他们对整个流程是怎样都心里有数，从而可以帮助到青少年避免遭受假消息所蒙蔽。香港近两年面对黑暴和新冠疫情，学生在学校上课的时间少之又少，警方入学校宣传灭罪的信息、守法的教育变得难上加难，
不過元朗警區即使在半數學校 Zoom 上課時，都在課堂與課堂過渡的時間播放一些宣揚守法意識和罪案信息的廣告。另一方面，益聯和元朗體育會、少年警訊等舉辦一個名為新藍星 Nike Sports Camps 籃球訓練營，藉著籃球訓練和友誼賽建立青少年的團隊合作精神，青少年亦可以和警察籃球隊成員多作溝通。這個訓練營不單止建立了和青少年溝通的渠道，還可以給到區內青少年接觸生活和區內的其他種族人士，令到社區裏面的青少年互相認識，一起培養守紀律、尊重別人的觀念。搞這個 Nike Sports Camp 呢，主要都是想再次和年輕人去接觸、其實在2019年那段至2020年那段時間呢，這一班這樣的後生年青力壯的同事呢、往往其實站在最前線對著年輕人，他們眼中看到的呢是、有危險啦，對他們的仇視啦，甚至是、2020年下旬他們開始回去警區了，做一些如常的警務工作，出去巡邏期間呢，他們經常都覺得年輕人的目光對他們是很不友善的、有仇視，就算有時沒有說到出口罵都好，他們覺得、附近的年輕人是很不喜歡警察、很老實地說，在、2019年夏季開始之後呢，我們有時做一些、活動出來啦，都未有以前那麼踴躍的、我們希望求突破啦、最重要就是、年輕人又剛玩，我們有機會接觸他，而從而去帶出一些、守紀律啦、守法啦，甚至是防罪的意識給他們、我們得到各方協助底下呢，就找了 Nike Sports Camp 出來和我們合作，去幫他們度身訂造一個專業的籃球訓練課程。但是、現在在這個 training 了，每日 training 就有時間完了、完了之後呢，因為我們跟體育會合作，如果下個場是沒有人 book 的話呢，其實一般來說他都給我們，他都 allow 我們 overrun 下，或者用繼續用個場地的，明明個課堂完了、導師都走了，那年輕人呢是願意留下或一起撈埋繼續去打球，打到個場地要交翻出嚟為止，咁啊見到係可以再次打成一片。近年香港雖然因為政治運動變得分化，但元朗警區相信事實勝於雄辯，開誠布公咁樣樣俾外界參觀元朗警署，等謠言不攻自破，亦俾年輕人同埋佢哋身邊嘅人更加明白，凡事被捕嘅後果係會點樣樣。將守法信息帶到去青少年成長的環境。除此之外，元朗警區的警察籃球好手借助運動主動聯繫青少年，讓他們多接觸警察，釋除聽信謠言對警察的偏見。這種以行動證明一切的做法真是值得敬佩。下一集繼續看看其他區怎樣做好守法的教育。